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今天为大家分享检测哪些好友将自己删除的方法。其实最开始我是看好友的朋友圈，有些没有显示他动态的，那么我就会测试一下。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分享几个方法。首先我们点击聊天界面上面的这个加号，选择发起群聊，这里我们选择要测试的好友。不过这里大家需要注意，我们最好选择30人以内，这样别人就不会收到提示了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人将我们删除了，完成之后我们直接删除退出即可。第二个是利用微信的转账功能，我们在给非好友转账时，只要我们输入金额，点击确定之后，我们就会收到这样的提示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提示，那么他就没有将你删除。最后一个就是我之前为大家分享的艺术代码，只要我们发送给好友，无论对方是否将你删除，你都会知道，而且对方还完全不知情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这个代码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